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一名美国警察日前将一只大牛蜷缩在 BMW 轿车引擎盖上取暖的照片上传推特，由于内容与创意兼具，被英国警察推特奖选为最佳国际账号奖。堪萨斯州警察贾德纳 Ben Gardner 于10月27日时将一只蜷缩在 BMW 轿车引擎盖上取暖的大牛拍下 PO 网，并写道，动物在寒冬中寻找温暖，汽车相依偎，开车时请眼观四面，在文末还附上一个笑脸。由英国警界人士主办的警察推特奖 Police Twitter Awards 是要凸显警察的推文在跟社区建立关系方面的重要性。贾德纳的这张照片后来被选为最佳国际账号奖 Best International Account 获奖者，该奖项是警察推特奖唯一开放给英国以外参赛者的奖项。获悉得奖后，贾德纳表示，很荣幸能成为这个奖项的得奖者，能跟我所服务的人搭起桥梁，并接触到堪萨斯州以外的人，已经对我的生命产生影响。Remember, it's cold outside and animals sick ones in and around vehicles. Look around your ride. Pick Twitter.com quizguy 59 cqj triple pen a true upper bank khp october 27 2017